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SweetHome 3D。这个呢，各位平常应该现在都多多少少听过 3D 猎鹰，对不对？有。但是它跟 3D 猎没有关系哦，因为 3D 猎我们现在能够印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小。再来，有没有很慢？蛮慢的哦，真的蛮慢的哦。所以其实这个是还是有点困难，但是呢，我们做模型的部分倒是现在变得简单很多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 SweetHome 3D， 各位你们回去自己也可以下载，也可以放你们电脑上用，像我们刚刚的一样，你下载完之后它不用安装，你只要点两下就可以执行了。好、哦，解压缩完之后就可以执行。那这里呢，老师先给你看看这边，这里好了，这里有个讲义有没有？哦。你觉得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把这个做好？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。怎么会呢？我们今天一定让你可以做出来啊！你想要白天的，想要晚上的，想要放什么家具，随便你好吗？今天就可以完成哦，真的真的。那我们往下看，你看刚有这几种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们家刚好要装潢，就可以试看看，因为我们SweetHome 3D 这个软体，它本身是做室内设计的，室内设计。可是其实不见得只有做室内设计，你还可以像我们刚刚做户外的都没有问题。好、哦、像老师的话呢，你看我们右手边，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，老师也有经营 YouTube 频道哦。你们有人要当 YouTuber 吗？没有吗？哦，什么是 YouTuber？ 网红啊。来这里哈、哦，这个地方像在这边，这个的话跟我们这软体没关系的哈、哦，但是呢，老师现在上课就会像这样玩啊，有没有？哎，会像这样，然后有 3D 的，我有一部分有 3D 的在这边，像你看到这个，有没有看到这个背景？这背景就是用我们这个SweetHome 3D 做的。哦，就用这个SweetHome 3D 做的。那上面呢也有老师的教学频道 ，YouTube 的教学频道，所以你要来玩也可以。上面有很多老师就是去很多地方去做研习的录影。那你会看到像我去这个罗南高中，有啊有啊，哎呀、啊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样有了解的哈。那所以其实SweetHome 3D 它很容易上手，稍等我一下下哈。那这个软体打开之后，你看我们左手边有没有模型？有没有很多类别？很像在玩扮家家酒而已。今天你要人，你就叫他站出来。有没有就有人了？这样有简单吗？你如果想要到办公室，好起居室，给他一个一致。他就给你一个，你就把它丢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要桌子，就给他桌子，这样我站到旁边来，我就叫他看你要怎么放，这样有没有简单？有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没有 3D 的？所以有没有信心？有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喽。